对面在那难收。With you, mate. 干，太多人了吧？怎么都屯在我这啦？五个弹都不行。哦，这38弹夹感觉好像还可以。好。哎，为什么打不到啊？啊，这就是那个。我那时候听国外有一路在讲说，有一把枪那个击中判定好像有问题，好像就是这把。哇，那老二最后的希望也没了。妈的，那雷射太亮了吧，哥！Hello, motherfucker！ 哇，这晒啦！那么远才一下死的。对啊，假冲锋真步枪哎！又一个人他妈给我重生在点上，他这个没有空间叫到底是咋回事？到底什么情况下会没有空间叫？你看。射速不够快。
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. He fucked up. Confirm it next hardpoint. Stand by. Ah, 干你娘！啊哈！干你娘嘞！蚊子炸死了啦，白痴哦！妈的，我已经这张图可以躲蚊子的地方已经很少了，这样还被炸到，咋回事？他拯救了世界，亏我打得那么小心。这把枪射速不够快，打近身会有点吃亏。还不错耶，这把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感觉好像要打前面一点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被蚊子打死了啦，鸡掰耶，27连。我觉得这把可以，但是就要打前面一点点，不知道是后坐力关系还是弹数的关系，可能就要打前面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急着要出去看？不再打保守一点，就是因为那个剩十几秒而已，时间。